决定不读书当文盲，肯定要发给都蛮好的。如果能够活到90岁，我会想要保有30岁的身体，或者30岁的心灵活力，我会想要哪一个？这比较适合问男生。对，还是你要回答？要歪了，你回答好吗？然后我的就会很心灵励志啊，我就想要听这个、那你就讲个比较无聊的啊。哦，我希望我可以保持30岁的。等一下，题目是什么？体力，如果你能够活到90岁，体力，我想要展现体力啦。对啊，因为活到90岁，不想要麻烦别人嘛。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。对。算了，送餐也不用麻烦了。因为你们节目通常都这样子嘛。也是。我希望我可以保持这个体力。嗯，对对对。然后心灵就算，因为我本来就老灵魂，我说不定我现在脑袋就已经90岁了，算了。120了，有可能，我是想再轻松一点。好，好，大家都已经唱出《青青河边草》。对啊，青青河边草。好了，感觉连沈哥都很想要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没有啊，你要不要补充？每一个问题他都想回答。好，那来，他很有想法。年轻人是老师的题目，来宾这个情感温度，老师你开开，我帮你念。好，第10题啊，这个是你上一次在别人面前哭泣是什么时候？还是你通常只有自己一个人哭泣呢？有看我直播的人都知道，我每一个直播都哭，很容易感动。我非常容易啊，我想到什么该哭就哭，一秒之内眼泪又收起来，他们都觉得我是神经病。晨晨哥那一集你就哭得不行啊，刚刚有播出一小段，哭到没头脑时候很想哭眼泪，我不太控制情绪。很容易就用眼泪线，就好像我不太控制食欲是一样的。像感觉像在别人面前吃是什么时候？还是你都自己一个人吃？都一个人吃，那是真的。Sandy 想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？啊，我觉得我就昨天为什么？对，就我昨天，反正我最近在想，我小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《天堂的孩子》，太正经了啦，谁要听这个？反正总而言之，觉得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感人。然后我还昨天半夜就写了一篇肉等在 Instagram，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，就是那真的很人生，但他用小孩子的角度去看这个电影，然后我就越想越觉得天哪，好。好悲伤哦，好多人都没有搞清楚目标就往前冲，其实是很委屈的事情。好像是跑步跑到冠军可以拿到奖杯，但他是要得是一双鞋子，但必须要跑季军。因为我听起来到第三名，但是我听起来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啊，他其实可以控制自己跳。他才5岁，那个小孩才5岁。果然是犀利派的，好可怕这个人哎！所以这个节目是有人好人，有人坏人，也有白脸跟黑脸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是好人。OK， 好，听到了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好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我就担任董事的人。对对，董事长。董事长。董事长。董事会。所以你昨天有哭？没有啊，我昨天哭。你昨天哭？他昨天有吃，有吃。我也有吃。气氛好好，聊得好开心的哈。再来，那样的，就这一次。好，如果你能改变你成长过程中的任何一件事，哇，一样的超多想改变的吧？什么呀？你会想改变什么样的？你常说好像很值得聊。把 Facebook 设成单人账号，还是不要这样费了？设定不公开，决定不读书当文盲。你要发给都蛮好的。关键真的就为了他想，好不好？真的 ，Facebook 的蛮真的，对啊，是非之地，改变成长过程任何一件事情，让 Facebook 不要成立。这些都好想要哦，很危险。快想一个，对，只能有一个，只能有一个，对，最想改变一件事。不要太聪明好了，再多读点书啦。啊，对啊，够啦，对啊，不对呀，因为我都翘课。真的啊、我妈载我上文化，我就从后山坐计程车下山。然后我妈就说：“那你这样子浪费我油钱干嘛呀？”直接不要上。对，我但是我要做做样子。等管制时间结束。我这个人就是要做做样子。好，两位有没有想要回答这个问题？有没有想要？我们又没有抽到，我们是。我的。
隔壁的隔壁栋是我、哦、然后我们这一栋就只有烟飘过来，然后邻居就来敲我们，我很紧张，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几分钟之内拿了一样东西，打开抽屉拿了一样东西，我那个时候觉得很重要、嗯、然后出去以后哎，没有烧到我家、嗯、然后我没有烧到我们公司，我安心下来，然后我一看我手上的是一本发票，哈哈哈哈，时间 Karen 就应该针对我，是当然了。如果你明天一早醒来，你可以增加一个技能或能力，你希望是什么？慢慢，你先想一下。没有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对不起，廖达，我就是要猴子也来说。我就是要回到过去的那种功能的、啊。哦，对啊。随时修正。对，随时修正。有没有哪个时间点？还在急，就是可以回去改变这样子。嗯 ，OK。有没有说哪个时间点？比方回到高中、国中、国小。我回到主持在节目之前。你后悔了吗？才刚开始，就是你关了81000公分。来，张老师，你的。你的房子着火了，里头有所有你爱的东西，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救出一样东西，你会选择救出吗？我曾经遇过这个事情、欸啊、我曾经我在你怎么没有打给我？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东西上，隔壁的隔壁栋是我、啊、然后我们这一栋就只有烟飘过来，然后邻居就来敲我们，我很紧张，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几分钟之内拿了一样东西，打开抽屉拿了一样东西，我那个时候觉得很重要、嗯、然后出去以后哎，没有烧到我家、嗯、然后我没有烧到我们公司，我安心下来，然后我一看我手上的是一本发票，是怕到时候烧掉要对发票是不是？如果拿到支票或钞票就算了，我拿到发票干什么？也算是有梦最美啊，而且很努力有在缴税的那现在的话我真的会把猫抱出去，对啊，一定的，那时候还没有猫，没有 OK、家人很重要，真的真的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发票是聪明老师，嗯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好，我的题目，如果有一个水晶球可以告诉我关于我的所有事，我的人生，我的未来，我最想知道什么？你可以看倒过来的字，哎，超强，好专业啊！我会，我真的，我老灵魂，我想知道我会什么时候怎么死？啊？这很没意思。不会，因为你一知道之后，你就是开始倒数，我就要把我所有想做的事情在这之前完成，我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之类的。好，假设如果真的。你知道了，你最现在最想做的？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上 Facebook 把所有想骂的人都骂一遍。没有啦，你只是知道你什么时候死，你不是明天死，你要搞清楚。我就知道啊，我知道什么时候，你要在最后一天。你可以看看我，我已经骂完了。你可以给我等到当年三六零爱上你的时候，真的很受不了那个主持活动的发扬打击，还害你。好可怕，而且每次穿着都很像，对，还很脆，超帅哥，超过对啦，我觉得知道一个期限会更珍惜生命。嗯，是。两位有没有想要回答这个问题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我们汤老师没有，那我们知道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瘦下来。你有瘦吗？嗯，就在水晶球就出现错误，说，你抓不到答案，你抓不到答案。对，把它打烂，那也可以压力，算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绝对要敬请期待这个好节目，你们三位火花真的很惊人哎、欸！以往真的完全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吗？以往没有，你们两个可能认识吧？没有，我们在主持节目之前，我们才碰过两次面。哇！而且还为了上节目硬聊天，赶快想说聊聊，不要等上次被他发现我们不是看片哦，培养默契。不认识啊！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很有趣。就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？因为我就可以看着他们两个火花四射。其实你会发现，火花是来自于他们俩。但是没有他的话，我们就会一直对，我们会歪掉。你要镇住全场，太嗨了，会整个跑出太阳系。我必须告诉大家，乖孩子，我们要走这条高速公路啊！回来回来，不要跑到场子去了。对，所以他想要做的动作，我觉得立刻安静，就把他心坎这样拿出来。太开心了。